大家好，早安。妈妈也来了，乖乖。羚羊，我就让功夫今天呢，非常忙，最近很忙，所以就可能会提早结束。对，小五。方克小宝，刚才大家在抢票，对耶，大家有抢到票吗？宝贝们有、哦、我们也很忙，对哈、哦，你们要抢票，怎么办、啊？你们怎么样？有抢到票吗？周继宏、丹鱼、阿奎，可爱，今天很想要哈流伞来看的说，有人有哈流伞的联络方式吗？请看称号，哎呦，我们签中。哎、欸，很开心哎！但是真的有卖完吗？三组都抢到了，这么好抢哦，是吗？何林东，嗨嗨嗨嗨，大家好。秒杀是不是？秒杀哦，三组都卖完了，哇，这只超快就卖完了，真的呀，秒杀呀，是哦。一分钟三组都没有，瞬间秒杀，还多。抢了子女的哦，恭喜恭喜！我超喜欢，超期待看到你的子女的耶。今天有点可爱，有点可爱。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完整的状态，因为我等一下要去同学来了，开心。好久没去了，就十二月第一场吧，算对对。多亏了你双马尾，双马尾三组都买到了，赞赞！身高180子女哦，真的哦。那他叫什么名字？我有一个马卡龙哦，终于要去录了。对，最近好多、哦，今天一集，明天两集，然后夏天什么，下周也有一集。对，就是密集的录影这样子。嗯，跟 Lika 一样叫哦，怡珍哦，叫怡珍哦。我要吃马卡龙，这个圣诞树的马卡龙。我分享了好运马友，但没有抢到彩，真的假的？听说是秒杀。我有吃正餐，不要担心，因为我今天早上还有开会。好，我先去看一下。还吃一个双马尾，把优惠员洗。哦，会员洗，对的，所以我才很想要，就是请哈流伞来看我的直播。我说现在马上，因为呢，今天开会是有好事的，有大家还记得我之前有去上那个 NHK 的电台，哈流伞来啦，哈流伞，你给我伝え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多少塞带过都高点的哦，煎饼，谢谢你的缘分，北极熊的书，谢谢你。那个上了吗？啊，不是那个啦，就是我之前有上 NHK 的电台，上了两次，第一次是帮品涵翻译，第二次是我自己去上，然后后来就决定了，我要变成，副固定班底，唯固定班底，对，唯固定班底了。耶、yeah, ！掌声鼓励。所以呢，我今天早上开会，然后我自己要想主题，然后自己写稿，所以就是，卡台。谢谢乌鱼掌声鼓励，谢谢奇伟的掌声鼓励，谢谢小的掌声鼓励，好赞哦，对不对？哦哦哦，さっき何か言ってました？今から言いますね。今から言いますね。恭喜って言ってくださいね。もともと NHK のラジオに2回出させてもら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毎朝のラジオに出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て、2回出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て、今回からなんと準レギュラーにな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パ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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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準レギュです。嬉しい。
そうなんです。めっちゃ嬉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仲英，谢谢你的守护灵，谢谢羚羊、洛克、浩克、宝宝，宝宝过来，すごい。谢谢小友的真情告白，谢谢オレンジちゃんの鼓励，谢谢你，すごい。谢谢小友的真情告白，谢谢。所以你每天早上要去录音哦？没有哎，大家现在固定好像是一个月一次、两次的意思。然后我是微固定，所以可能就是一个月一次、两个月一次的那种程，那种对对对对对 ，friendly 小说哟 ，hello， 跟七七一样固定时间一次吗？类似这样子，就是固定时间一次。もう大事な時に電話がかかってきた。忙しい。次哥 ，hello， 課長晚安安，晚安安。光之之海。来月会えないね。え、会えないの？抜けるんだけど。泣く。小五谢谢的掌声鼓励。泣ける。帅帅 ，Hello。準レギュラー、すごい。いや、本当にね。それでなんでハリさんに言いたいかというと、なんかこの前言ってたじゃないですか。NHK にマイちゃんのこと言っといたよみたいな。言ってくれたくない？この前なんか良かったですみたいな送っといたよみたいな言ってくれたじゃん。それでね、今日ね、その NHK のスタッフさんが。この前のが好評だったので、これからその準レギュ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みたいな感じで言ってもらえたので、その瞬間にね、もうハリさんの頭が浮かんだんですよ。ハリさんの頭は浮かんでない、ハリさんの顔が頭に浮かんだんですよ。そう、それでなんかもうありがとうってすごく言いたくて、とりあえずだから今日はハリさんにありがとうって言おうと思って、そうライブ配信を楽しみにしてたので、来てくれたからよかった。そう、まだ回数回回。我刚刚讲的事情是因为我上次去，哎，那你，等我一下，昨天一定是运气转移，啊，今天抢大票了，但是你脱臼还好吗？超哥，假的日本人，对。我刚刚讲的事情是呢，就是我之前去上电台 NHK 的电台，然后那时候哈里桑就是有日本的老师是什么？日本的粉丝啊，日本的粉丝就是传讯息还是留言给 NHK 那边，然后就说马友这次做的很棒哦，希望就是之后也可以看到马友就是上 NHK 的电台之类的，然后。上次就是哈里桑有跟我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是觉得，因为台湾的粉丝们也是很常就是帮我什么留言啊，或是就是传讯息给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但是反正就是帮我留言啊什么的，就会帮助到我继续去上节目的这个机会。然后我觉得同学来了，一定也是你们帮助我。你们留言，然后就是让电视台看到，哎，马友有粉丝这件事情，才有办法继续上。然后 NHK 的电台也是因为哈里桑这样子，就是特地就是留言，然后给 NHK 那边，然后就还分享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就是听到这个消息，就是今天跟 NHK 的工作人员们。开会，然后他就说希望就是以后都是为固定班底这样子。为固定班底的电台成员，这样，电台主持人这样子，然后就听到这件事情，然后我是真的想到了哈里桑很久很久之前跟我说的事情，对，所以就是特别想要，对对对，就是在今天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对，天助自助人助，原来是这样子，对，那我要继续在 YouTube 留言，对。それはまゆちゃんのお話が良かったからだね。いや、違うんですよ。本当に。本当に。真的。真的很开心。听到很开心ね。谢谢留言的大家。是啊、真的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对。然后希望大家以后、应该是第一集应该会是在二月的时候首播。所以还有很多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练听力啊，那如果就是日文听不懂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粉丝是日文还不错的，就可以可以就是互相帮忙，对，就希望大家也可以听我的电台，对，好期待，真的很期待。然后我应该也是会讲就是关于台湾的事情，所以对，真的很期待。二月吗？看来我要开始学日文了。
これから楽しみだね。对，期待麻友饭手秀的翻译。哎，对耶，你要翻译了耶！我会准时收听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吗？应该不会那么长，因为是电台，应该是小小一段而已。对，一段而已。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因为 NHK 毕竟是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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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又很知名的一个，对，怎么讲，电视广播公司。对，来年的6月から应该是1月的时候就录一集，然后2月就播首播这样子。嗯，感恩小兽，真的赞叹小兽。嗯，我日文总算进步了吗？现在开始学日文来得及吗？但是如果我慢慢讲，那你们应该也是听得懂一些吧。楽しみ。世界知名的电视台了，这个曝光率很赞。虽然这次是电台没有要露脸，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默默，你在干嘛？你也想吃马卡龙啊？嗯，默默也来恭喜了，谢谢默默，谢谢默酱，你拿到。喂，呜，被踹了。我觉得这次虽然是个电台，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次的机会，那可能也会导致，也不是导致，就是会有更多的节目，或是更多的公司会来找我。嗯，对，希望是这样，所以就是一步一步来啦。我要先把这个电台的东西做好，然后也希望大家也会喜欢，然后这件事情做好之后，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等着我。嗯，たくさん出られるといいね。本当に。でも今回は準レギュに選ばれたのは、なんて言うんだっけ、ラジオか、ラジオ番組で、まあでも NHK さんはすごく大きな、 NHK さんでも誰もが知ってるようなね、 NHK さんなんだ、メディアだからさ、もうこれからもっともっとあのラジオ頑張って、もっともっともっといろんなあの仕事やいろんなチャンスにつなげられたらなって思います。NHK 的人脉要好好把握啊！说，今天的垃圾车声音特别的大呀，他是不是来恭喜我？谢谢 OB 玩的相遇，熟悉的 BCM， 我的 Uber 来了，你的 Uber？ 好的，頑張ってるけど頑張って。結構ピンポン押されてる。結構ピンポン押されてる。我不可回收。巧克力口味没有错。还没散成。タピさん、NHK のラジオの準レギュラー決まったよ。みんなにありがとうって言いたい。ハセさん、NHK のラジオの準レギュラー決まったよ。好好笑。我要跟那个店家讲，小狗一点的。台湾 NHK 在哪里？没有，台湾没有 NHK， 所以我电台都是就是用 Zoom 这样子录，用连线的方式这样子。こんにちは、ローソン町の音懐かしい。おお、すげえ、ありがとう。え、いきなり。そうなんですよ。で、今日は。なんでこのことをこんなに言いたかったかと言いますと、さっきも言ったんだけど、その今日 NHK のラジオの人とスタッフさんと会議があったんですよ。そしたら前にも出たことがあるラジオで、ワールドニュースってやつかな、今朝のワールドアイ
っていうあのラジオで、それであの好評だったと、この前で出させてもらったやつが好評だったと、それでこれからも準レギュとして、はい、や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ですっていうお話をいただきましてですね、で浮かんだんですよ皆さんの顔が。あのこうやってね、ハリさんとかがその NHK のラジオ出た後に、その NHK のラジオさんに、そのまゆちゃん今回良かったですよと、もっと見たいですよと言ってくれたから、今回のことがあるんだと思いまして、もう私は感謝感激、本当に感謝感激です。はい、めちゃどうするにいい企画对的主题的话，阿贵谢谢你的掌声鼓励。妈有开箱机器的礼物了吗？开了。ハリさんすげえ。そうなんですよ。だからね、本当に皆さんのおかげ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皆さんのおかげで今の私がありますおる。谢谢 KX 圣诞老人。谢谢七七送了什么？它是帮助睡眠的一个东西。放送日程は多分2月になると思います。2月の頭になると思います。1月の下旬に撮ります。うん、放送権の問題もあるから、どこにアップすればいいかな。うん、確かにそうですね。どこにアップすればいいんだろう。めいちゃんの皆さんのおかげでした。やるしか。え、なになにそれ、なになにやるしか、どのこと。めいちゃんのや、皆さんのおかげでした。いや本当に、え、皆さんでたくさんコメント送ろう。いや本当にね、なんかね思うんですよ、最近みんなに助けられて生きてるなってね、もう感謝感激です。草衣草、え、薰衣草的精油嘛，类似就是喷在那个枕头上的那一种。嗯，今天听说会提早关。对对对，因为最近真的太满了。我们毕竟都在练那个。我跟你们说，しかも NHK 国民的女優やんか。トンネルズの皆さんのおかげって番組が。ああ、なるほ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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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わかりました。何でしたっけ？ああ、そういや、あのはい、これからもね。そうやって一歩ずつずっと、そう、はい、いろんな仕事やチャンスにつなげられるように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何言ってるのか分かんない。听你说啊，对，就是公演嘛，然后公演的练习，然后昨天我练习从10点开始练习，然后练到晚上8点。对，是不是很厉害？然后前天是从十点到几点？7点吗？早上十点，从早上十点，前天是从早上十点到7点，昨天是早上10点到8点。我快这样子，我就。因为就是还蛮多人在上课嘛，就是很多成员都在上课，或者是就是这次的培训比较急着要排练，所以就是别人的位置啊，或是就是没有办法来的人的位置啊什么的就要补，对，所以很对对对，就是刚好我这几次都是要去每一堂课这样子。嗯，所以你现在是怎么在这？不是，今天也有啊，今天也有培训，但是因为我今天有开会，跟同学来的，所以我就请假了。万南蛮有出动，谢谢 Gex 的烂 live 应援团。小心脊椎，小心肩膀，小心土豆。哦，真的，我昨天因为一整天站着，因为昨天的课程真的好厉害，就是完全没有中间的休息，10点到12点，12点到1点半，1点半到3点，3点到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就是完全没有什么休息时间，因为中间会换成员了，只是因为我每一堂课都有，刚好都有，所以真的没有什么休息时间。然后一整天站着嘛，其实体力上是还好，只是我的腰真的酸到一个不行耶。原来是为了开播请假，不是啦，因为我要那个早上开会，等一下我就要出门去那个内湖了，所以就真的没有办法。有几句国语だっけ？何の有几句国语？どこに有几句国语があるんだ？
你跟奥班海要一边翻译，你也知道，我不知道其他成员讲到哪里去了耶。对啊，我昨天一整天都在讲话，好累哦，因为就是日本老师有来上课。哦，原来大家都有跟粉丝们讲，反正就是日本老师来上课，然后我刚好听得懂日文，听得懂一点日文，也会讲一点中文，所以就所以就变成我在翻译了。すごい真面目に生きてたチャンスが来るんだな。いや嬉しかったですよ。いやでも真面目に生きてたっていうか、本当に私はラッキーなウーマンなんですよ。ラッキーウーマンなんですよ。だからね、もう本当にね、みんなのおかげなんだよ。私はね、別に何もないけどね、ただね、めっちゃ思うの。人のね、ご縁にはね、あのね、なんだろう、人運があるの。人運。人運が強いんですよ、人運が。そうなんですよ。一点日文。羡慕或一点日文，真的是一点点的日文，配上还好的中文，还好听得懂一点日文。不懂 AKB 会中文也会日文，为什么不找我？什么 Maki 的恩老师又来吗？没有哎，是不是今天也会出现？昨天看面面写日文的卡片要给老师哦，真的、哦，35億。ラッキーを引き起こするのも実力をここぞっていう時に受ける準備ができてるからだ。いやもう本当に嬉しい。嬉しい、もう本当に。なんかね、こういうチャンスをもらうとみんなの顔が浮かんでくる自分もすごく嬉しい。なんか、なんだろうな、なんか最近多分ね、老けたんだよ。おばあちゃんになってるの最近思考が。なんかね、なんか嬉しいことがあったらみんなの顔が浮かぶの。ダメだな、なんかおばあちゃんみたい。是蛮有语言能力，真的很好。中文比部分的台湾人都强太多了。笑った、本当に老けたんですよ。でね、あ、さっき話してたことは、最近公演、新しい公演の準備があって、日本人の先生が来てくれてるんですよ、台湾に。で、だから一昨日は朝の10時から7時まで練習があって、昨日は朝の10時から夜の8時ぐらいまで練習がありまして、もう私の腰がね、もうね、ついてこないんですよ。私の腰がついてこない。そして一応翻訳も一応やりつつレッスンやってるので、私の喉も割とついてこない、しんどい。おばあちゃんです。もうおばあちゃんです私は。喉もカラカラです。腰も痛いです。そして思考もちょっとおばあちゃんです。どうしよう。南良道と謝謝你的圣诞袜。腰マジで大事にね。あのね、別に腰を言わしたとかそんなんじゃないんだよ。でもなんか10時から8時まで立ってるとやっぱりね痛い。膝とかやっちゃう子いるから、確かに。スパルタ練習。頑張れ頑張れ AAO だ。翻译跟练习哪一个比较累？你知道吗？因为我是翻译跟练习是同时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累而累。我是就是边讲话边练习，边讲话边跳舞，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在讲话才累，还是我在练习才累，还是我在用脑袋翻译所以很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让我累，但是心不会累，因为就是很开心。对呀、啊，就是我是觉得，脑袋蛮累的。年なりに頑張りなはれ。公演終わりでハードな生活。そうなんですよ。だから嬉しいの、私はすごく。なんかね、今までね、そのなんかアルバイトしたいなと思うぐらい時間があったから、時間があったので、ありすぎたのでちょっと。だからはい。だから很多事情要翻译嘛，有很多事情不是啊，因为日文老师嘛，日本的老师来，所以是每一个东西都是用日文的呀，所以整个课程都是用日文呐、啊。对啊，所以不是很多事情，是全程都要翻译呀、啊。看是嘴巴酸还是腿比较酸，总之是全身都累，但我是觉得蛮快乐的，因为我很喜欢这样子很蛮绿的生活。嗯，就是早上起床啊，我不想去哦，天哪，我又要练习啊，我不想去，然后就到教室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开心呀。目の前の予定が見えない生活は大変だよね。そう、期待イノセンス的歌词。哦，对对对，嗯，还蛮直方的。感觉很充实啊！チケット手に入ってくれた、入ってくれた、手に入ってくれた。もうやばい、日本語やばい、日本語練習しなきゃ。ラジオの準備決まったのに日本語練習しなきゃ。泣けるよ。どうしよう。
雨雨雨 ，Hello， 我们每一天也是这样子啊，啊，不想去，我们就到那里了，对。好像小朋友不想去学校，但又去了，又不想回家，对啊，忙起来了就超快就过去，对对对，真的就很快就晚上了，不想上课的情绪转换，对啊，对啊，其实是好。テツナのユニット楽しみ、楽しみ、ユニット楽しみ、ユニットね、私なんだと思う、私なんだと思う、私のユニットなんだと思う。我也常常起床说不想去，还是跑去各种活动。哎，对吼，可是我觉得企微的工作感觉蛮有趣的，对我来说，因为，怎么讲，就是我可能比较不适合一整天待在办公室啊，或者是我比较没有办法，就是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那可能就是 OL 那种吗？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真的实际上在做什么，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可能就是九点上班，五点下课。下班，然后就是天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可能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做这种类似这样的工作，但是企微感觉是去跑很多的活动啊，然后每一场都不一样的人嘛，那我觉得这样的工作应该是对我来说是还蛮有趣的，就是有好坏，对，可以全台湾到处跑，对啊，我是觉得还蛮羡慕的耶，虽然一定也有他的辛苦在，但是对我来说这样子很棒，羡慕企微，やっぱ選手力はすごかったんですね。何の選手力？どこの選手力？あ、秒で売り切れた。あ、そうなんだ。マヤを跳温波動。なんなんなん。なんだかま。看一下。マヤ OL 听起来蛮不错的呀。但我的新竹女中到不了，哭哭。可是你们用的麦克风好像是我们家的啊，你到不了。真的。オンライン配信あるよね、そういえば。そうなんですよ。前を喜欢哪一首ユニッチ？ああ、ゆ、那个什么什么？ゆがん琴家？ピアノのやつ？还蛮喜欢的。主女限定学生。オンラインサイズレスで見るよ。イエーイ！ありがとう。我也到不了。当然，这是当然的吧。ゆがん琴、ゆ中琴、钢琴师。哦，对对对，请好好使用那些麦克风。好的。我就是去这次就亲抱那个麦克风，再还回那个工作人员。コーナー限定。じゃあ私はおとなしく立ち見します。我戴个假发应该进得去。雨珠钢琴师，雨珠钢琴师，好耶！竞标，竞标，好诶，竞标。几位要发财了，结果工作人员确诊，哎，什么意思？不过真的好想见马友啊，同事几位，你为什么要偷藏那只麦克风？上次我跟你们说，我上次真的很好笑，上次去哪？上次去那个虾皮的，那个。金虾年度金虾年度大奖那个的时候，工作人员非常贴心啊，我吓到工作人员，就是工作人员帮我那个在我的耳机耳麦，然后他帮我戴，到帮我戴，就是通常都是工作人员帮忙戴，然后就、哦、谢谢这样子，然后到后来就帮忙贴那个贴纸。通常都是我自己贴，不然就是我经纪人贴。结果呢，我真的以为是那是在经纪人在贴我的那个胶带，结果是虾皮那边的工作人员在帮我贴胶带。然后大概就是这么近嘛，因为他在帮我贴。然后因为我以为那是经纪人，所以我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大家就扑我笑跑，大家就是跳开了，我就把他吓坏了。超好笑的，真的是很抱歉嘞，有一种那种连续剧那种，就是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那种画面，你知道吗？
很近，超近。启维尼很可怕，启维尼想要被切成几块自己说吧，好想要那个被吓到的是我。你吓到人家，对呀、啊。讨厌那一天，麻油的耳机不太听话。对，台湾那个耳机真的不太听话。哎，你们也看得到，就是因为它好像这里松掉了，就是平常的耳机啊，这里的那个长度是可以换的，对不对，几位？这里的对。然后结果呢，我跳到一半，它就松掉，然后它变很长，所以我一直去这就啊嘞，不对，这样也不对，然后我就让它收进去。可是就是那是彩排的时候，对不对？彩排之后我就调整好了呀，就是后来就那个换了一支，对，后来那个现场就是真的要表演演出的时候是有换一支，真的是还好。对，可以调长度，那个会松，有时候会松掉，对不对？彩排带的那一只有点松掉，它是真的一直变成这里，鼻孔下面尴尬的位置，蛮一直玩鼻孔去。对呀、啊，下次我来调就好，应该有会练给，也没得。心跳加速是心脏病吧？花生怎么说？谢谢自由爸爸，黑甲克，谢谢你的圣诞哇，谢谢黑甲克，最近很常来看我的直播。开心喵哈喽，チャイムはラブソングを聞くとこの年になってもチャイムはラブソングダラダラ愛しいメロディーだよね。ハンセ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前ね、胸キュンストーリーがちょっとあったんですよ。あのね、この前あのシャーピーの大きなイベントに出させてもらった時に、あのマイクが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マイクって普段いつもスタッフさんがつけてくれるんですよ。スタッフさんがつけてくれてて、でいつもこのテープ、ここにテープ留めるんだけど、肌色のテープ留めるのは私が自分で留めるか、それかあの私たちのマネージャーが留めてくれるんね。でこのテープ留めてもらってる時、私もそんなにスタッフさんこうやって見ないじゃん、こうやってわざわざさこう見てなくて、で私はマネージャーが留めてくれてると思ってたんや。でそれこれぐらいの距離じゃん、だから言ったら留めてくれてるから、でさマネージャーにさ、えってなんか言おうとしたんや。えってなったらさ、そのスタッフさんのさ顔がここら辺にあってさ、私はさ別に何も何とも思ってなかったんだけどさ、あのスタッフさんがうわってなってさ、私のなんかお化けみたいな顔、お化け見たみたいな顔されてさ、すごくショックだったよ。あ、これ胸キュンじゃないんだ、お化け見たみたいな顔するじゃんと思って、胸キュンストーリーかなと思ったら、あのあるじゃん、そういうドラマでさ胸キュンストーリーでさ、こうあっみたいな、あるじゃん。そうじゃなくてなんかお化けみたいな、お化け見た後のなんか、はい、いや翔くんフレンドリーとかついてるやん。フレンドリー、何フレンドリー翔くん。あ、そうだよね。おやれんちゃんこんちゃん、まやばいばい、練習ちゃいよ、ちょもちゃいよ、はちいちゃいよ、こんちゃちゃいよ。なんかスタッフリーズめよ吓跑了，真的是很抱歉，真的是很抱歉。チャイムはラブソング愛しいメロディー。私もあの曲は割と好きだな、好きだな。そうだ、ハセさん、そうだ、公園のテープ良かったですね。公園のテープとは。ねえ、私ね、今ね、めちゃくちゃ甘いものが食べたくて。なんかいろいろ甘いものがあるんです。スタッフ収入してんの、ちょっと待って、甘いもの食べたすぎてどうしようかな。ビスコにしようか、それともアーモンドサンダーにしようか、悩みますね。何かトリンドルレナみたいな可愛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ああ、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あ名前つけてあげる。フレンドル、ブルドッグ、シャオシャオブルドッグにしよう、ブルドッグにしよう、ね、お願い、ブルドッグに変えてきて、ブルドッグシャオシャオ。最近ブルドッグ好きなんだ、可愛いよねブルドッグ。ね、変えて。カントリーマームまだまだあるよ。で、あとでね、あのテレビ局行くんですけど、あとでこれ持っていこうと思います。这个我要给同学来了。カントリーマームまだまだあるから、これ全部あげます。全部都要给他们。ブルドッグに帰ってきて。是我幻听吗？那是那听到国叫国国有啊，就是外面。今日からアンチです。
れ聞いて。あのね、めちゃくちゃ面白いインスタでさ、めっちゃ面白いやつ見つけちゃったよ。マジでさ、あ、ちょっといいかな、もうちょっと乗っけたいな、ストーリーに。でも乗っけんのもなとか思って乗っけてないんだけど、なんか映画のタイトルに一文字付け加えたら違う意味になるっていう、なんかインスタでなんかそういう画像が回ってきてさ、めっちゃ面白くて、あのね、ちょっとね、ちょっと考えるわ。なんだっけな、1個目がそうだね、あ、東京リベンジャーズ、東京リベンジャーズに一文字付け加えて他の名前にしてみた。東京ガリベンジャーズ。ウケる。それで次が、ちょっと待ってね、考えるわ。あ、僕だけがいない街、僕だけがいない街に一文字を付け足してタイトル変えてみた。僕だけがいらない街。悲しい。悲しい、悲しすぎる。で、なんだっけあれ、ちょっと待って、思い浮かばん。ゴルゴ13、ゴルゴ13、ゴルゴ13に一文字付け足してタイトル変えてみた。ゴルゴ13歳。若い。若い。ゴルゴ13歳、若い、思春期。思春期のゴルゴ、やだ、なんかやだ。それで次がなんだっけな、次が、あ、空行けアンパンマン。これちょっとやばいんだけど、空行けアンパンマン一文字付け加えてタイトル変えてみた。空に行けアンパンマン。やめて、アンパンマン世界平和は大切だけど空に行かないで。空に行けアンパンマン。いや、面白くない？これさ、あんまり台湾の人に伝わらないんだよな、この面白さ。で、あとはハリーポッター賢者の石、ハリーポッターと賢者の石、ハリーポッターと賢者の石鹸。めっちゃ石鹸綺麗になりそうだなっていう。あ、わかんないか、みんな。うん、悲しいな。このなんかこの日本語での楽しさをすごく分かち合いたいんだけど、わからないか。あ、我刚刚是在看到，在 IG 上看到一个，就是电影主题再加一个字，然后变成另外一个主题，主题，哎，那个什么电影的，那是什么名字这样子，对，然后就觉得超好笑，但是台湾的大家可能就是抓不到那个笑点在哪，哎，我就觉得超好笑，说了一个帮忙。ソレイキャンパンマン面白いよね。ソレイキャンパンマン、オペラ座の怪人、オペラ座の怪我人、あ、なになに、怪我人。いや、面白いんだよな、マジで。台湾也有这种。いや、本当に面白い。我想想哦，就是比较简单的是ソレイキャンパンマン。你知道アンパンマン面包超人吗？ソレイキャ的意思就是去吧，面包超人的意思。走吧，冲吧，面包超人。然后ソレイキャ嘛。然后就是它是加一个字，然后变成另外一个名字，只能加一个字哦。然后它是变成ソ連行け安パンマン。ソ連的意思就是之前的俄罗斯啦，所以就是它的意思就是去俄罗斯吧，面包超人，是变成这样子，就是类似这种梗图啦。然后就看到那个日文的梗图，就觉得超级好笑，而有很多种，然后就觉得超好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台湾に大喜利的な文化あるんかな？あ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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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思う。でもね、思ったんよ。やっぱ日本語って美しい。だってさ、いっぱいオノマトペがあるわけ。だからそのオノマトペとかさ、ちょっと言ってる意味わからない感じのさ、そのなんかニュアンスでさ、わかる時ってあるじゃん。そういうのがあんまり中国語にはないから、なんかその一本グランプリとかやってもあんまり面白くないんだろうなと思った。何も思い出せないのが、思いつかないのが悔しい。名探偵コナン、名探偵どこだ。待って、バリおもろいやんこれ。等一下、这个真的我觉得很好笑。就是名探偵柯南，然后再加一个字，然后它变成名探偵どこだ，就是的意思就是名探偵在哪里的意思。哎，小时候你很厉害，日文太强了，太强了吧，真的很好笑。啊。
真的很好笑哎、欸，台湾也有啊，奇异果博士啊，对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奇异果博士就是再加一个字，然后就变成另外一个意思这样子。对啊，说到电影啊，我上次去看《阿凡达》，《阿凡达》見てきた，三時間もあった，長かった，長かった，めっちゃ長かったけど，なんか悲しい気分になったよ。なんかアバターみんなアバター2なんか良かったよっていうか見に行ったんだけど私はすっごく悲しい気分になった。好看吗？我是看了之后就觉得有一点难过，小难过。嗯，就是我本身就没有到很喜欢去看那种战争的电影。那我在这因为很多人都说很好看，所以我就去看，而且三个小时很划算，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后来还是觉得我没有很喜欢看那种战争的东西。对，你有看第一集吗？有啊有啊，期待第三集主角换战军。那麻油在电影做三个小时有什么感觉？嗯，没有什么感觉，只是因为我比较容易被吓到，所以就是他们就蹦蹦蹦的那种时候，我就觉得一直很紧张这样子。很划算呢，阿凡达兴趣之道。麻油也有阿凡达失落症嘛？什么叫阿凡达失落症？麻友也看了蓝色的小精灵，我也觉得1000块能看到 Reset 公演很划算。嗯，1000块，对，不错。阿凡达感觉坐太久屁股会麻，没有想上厕所的感觉吗？我现在怎么可能会去上厕所？754三个半小时，真的假的？这次看，就很紧张呢，就这样子。公演的日本の人の成績、いやーめちゃくちゃ優しいし、めっちゃフレンドリー、すごく歌がうまくて、明るくて、優しいです。麻油看电影会吃东西吗？上次是没有吃东西。乌鱼谢谢眼镜夜障中，我现在不去上厕所，不会放屁的啦，当然的呀。土豆，你在干嘛？哎，快两点了，依然你也很 friendly 吗？很 friendly 呀、啊。哎，你不是要改成 blue dog 吗？ blue dog 很可爱呢。就是看了阿凡达之后，很想进去阿凡达的世界，但是不可能抽到，所以会很犹豫。不会，就是我不想要，就是到阿凡达的世界。就是我觉得，虽然它是一个虚拟的东西，但是。我就是最近可能就是看了很多的新闻啊，然后俄罗斯跟乌克兰还在战争呢、啊，然后就看了这种画面之后，再去看那种阿凡达，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哪，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东西，然后就是吵架，就是战争也是算一个吵架嘛，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就是我看了就觉得哇，这个世界真的是就是有一种。这虽然是虚拟的，而且都是那种什么别的星球跟地球人也要这样战争，然后我就觉得很害怕未来或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就是我看了阿凡达，对，就是有一种难过，是这样的意思，就是看了之后就会联想到我们这个世界的这种战争。对，因为有其他粉丝觉得我很可怕，所以我才加 friendly。你很可怕吗？我觉得你很可爱啊，反而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世界。你说你觉得很是一个很真实的世界，是不是？对了，也没有什么和平的意思吗？还是怎么样？陌生人，谢谢你的缘分。那可能我是很想要逃避现实吧。我比较喜欢，如果是电影的话，因为电影是对我来说比较像是兴趣，或是想要放松的时候才会去看。所以我的电影喜欢的类型都是爱情、恋爱啦、爱情啊那种，或是卡通啊、漫画啊，然后怎么样，就是这种比较不真实的，还蛮喜欢的。对，鬼片我也不行，这个有点现实的黑暗面。对，谢谢，我也觉得你很可爱哦，你好客套哦。我喜欢的电影要么就是动漫，要么就是恐怖片。拳头大才能维持和平。名侦探柯南，我也会看动漫的哦，动漫的嘛。对啊，我喜欢这种类型的电影。我比较少看那种刺激的电影。我是真心的，我最喜欢麻友了。嗯，
截图，大家截图起来，截图。他说最喜欢麻油诶，哪一天会变成最爱麻油了 ？Bonnie、温蒂、温蒂，不知道截多少张了，烂命一条。黑夹克，我还蛮开心，黑夹克就是来看我的直播。嗨，黑夹克最爱麻油了，谢谢。等一下，这支24号的笑唱啊，不就是肉肉七七 CP， 然后彩杰跟佳丽 CP， 然后我跟易宇嘛。我昨天在练笑唱的时候啊，就因为我跳那个间奏的时候很好笑，因为我旁边两个都是姐妹，彩杰跟李佳丽，然后两个姐妹中间是我这样，然后后面那个林逸云，然后这边是那个肉肉，这边是七七，我说姐妹 CP， 然后肉肉七七 CP， 我跟逸云是什么啊？舞蹈 CP 不错吧？这次都是三组 CP 去笑唱呢。开心呢，居然是跟易云吗？好幸福。对呀、啊，你看 Aki 是舞蹈 CP， 没错，是爱买来乌鱼。好、啊，其实是杰，啊什么杰？啊，黑杰克啊，是哦，那是黑杰克哦，我以为是黑夹克哎，我以为是 Black Jack， 我以为是 Black Jack， 你知道 Black Jack 是什么吗？没事啊 ，Black Jack 真的很帅。所以我觉得这样不错。CP はキャプテン、あ、CP はカップルかな？カップル。CP はあのなんだろう。カップル、カップル。ブラックジャック没错。黑夹，黑杰。你刚刚是就黑夹克啊，黑夹克 ，Black Jack 啊，就很那个、啊，很帅啊，不错啊。杰克是杰是他的名字吧？哦，那我叫你杰吗？哎，杰。姐也太熟了吧，还是杰哥杰哥不错哦。嗨杰哥，哎我叫你杰哥好了，就是我不会开刀，杰老师杰我医生だから，你是医生所以杰医师啊，杰医师不错，杰医师啊，杰医师，嗨杰医师，让我看看什么呀。杰哥有好看的吗？杰哥娶我呀、yeah ！黑夹克啦，我不要。杰医师啊，杰医师，越来越乖。杰医师，杰哥午安。他不要杰哥啦，杰医师啦，杰医师。原来麻油姐就是黑杰克，麻油姐就是黑杰克，嗯。杰哥好啊、哦，没办法，大家都叫你杰哥了，那就杰哥吧，你就接受吧，不是我的错。到底有几种称呼？乌语的话就是你也要吗？乌语你也要吗？杰哥房子大吗？嗨，一人，思琪。已经两点了，我差不多就要出门了，要出门了。我今天又没有办法开满一个小时，那怎么办啊？还是杰哥有什么英文名字？我们又要来英文名字了吗？这样会跟另一个杰哥重复啦。麻油好像不知道杰哥的梗，我知道杰哥的梗啊，不是杰哥不要的吗？我知道啊。我不是乌鱼宝贝吗 ？Hello， 乌鱼宝贝，小野木，今天同学来了，录得开心，今天开心啦，明天有点可怕，明天要挑战一个东西，啊，可怕，但是我也蛮期待的，嗯，你就驾科吧，麻油来代班，大家不是宝宝吗？对啊，麻油宝宝啊，大家是麻油宝宝。明天可怕吗？麻油加油。嗯，蛮可怕的，又是满满的培训嘛。明天不是，明天是录两集，所以满满的同学来了，开心的。谢谢我的奖，我的奖，谢谢你。ドキドキ？没有，哎、欸，可是我真的
好喜欢 Doki， 就是喜欢那个整人的节目，然后我希望我也可以被整，真的我很想要被整耶，超想被整的，超级想被整，就是那种就是类似就是门打开之后满满的泥巴，然后就啪，然后就是那种跌倒，然后全身都是泥巴的那种整人节目，你知道吗？啊，我超期待我哪一天被整，什么？这是什么奇怪的发言？整到哭出来的那种。所以千秋乐不剃麻油应援，不要那个整不行，那个整不行。我们去同学来了瞧玩，我同学来了好爱看麻油吃虫哦。哎，我现在吃虫我没什么感觉了耶。这一段剪起来，帮你抬个电视。谢谢，杰哥，谢谢杰哥的相遇。我们带男友跑去公园可以的吗？你早说嘛，你现在太早了把一个东笑死。听说朋友想吃青蛙，青蛙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大家听到了吗？我真的很想要被整耶，很棒啊，你知道就是被电视台整，代表我已经有一种名气在了，你知道吗？来年放送かな、ドッキリ番組に出たい、ドッキリかけられたい。あのなんかあるじゃん、よくそのドア開けた瞬間あの泥だらけで泥まみれになっちゃうとかそういうの、そういうのをされたい。中意谢谢の小辣椒。それだからなんかシャンプーするときに永遠になんかシャンプーのシャンプーかけられるやつとかされたい。超好笑，因为这个什么，なんだっけあれ。之前我有看过一个整人的影片，是有人在洗头，然后他就洗头洗头洗不完洗不完，因为就是中间有一个人就是出现，然后就一直挤那个洗发精，所以就是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然后就是一直洗不完，那个真的超好笑的，我想要被整，超级想被整耶。还是我们之后每一集同学来了都只要留言说什么妈又想要被整。台湾已经不流行整人节目了，但我觉得超好笑的呀。モニタリングとか、そう、寝起きドッキリみたい。寝起きドッキリやだ。寝起きドッキリはダメだよ。だって寝起きマジで何も。なんか寝起きっても、だもん。だからなんか面白い、なんかリアクションができなさそうだよ。吃青蛙、ビヤ。所以先要拍麻油冲澡。我对我弟做过这种事情，真假的，好好，我也想要对人家做这种事情，可是演技要很好哦，明明知道是陷阱，很明显还是要装，没对对，可是这个也是一种梗啊，你知道吗？就是装不下去，然后就超级明显他是在演戏的，但是还是觉得超好笑。麻油该睡醒一定很可爱的吧？没办法让麻雪的喵沙一直挖不完。所以青蛙在路上了吧，不要 TMTV 感觉可以来一玩一下整人的计划，但是这个也要看会不会走心啊，如果真的走心了就尴尬了，对啊，但是我是一个太不容易走心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被整。大板虎就是综艺，对，谢谢林鸭续费给的粉丝团。对啊，超级想被整的耶，如果我要整别人的话，我想要那个就是可能就是开会啊什么的，然后一个会议室，然后就开始什么旁边的镜子就破了，然后旁边的饮料都倒了，哇，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奇效，然后就电那个电视开了，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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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然后那个灯都关了，然后啊的时候，那个人啊的时候，我就装成了一个女鬼这样，然后灯就亮了，砰，然后我就出现，然后那个被整的人就是哇这样子，对。这种真的心霊現象ドッキリの幽霊になりたい，幽霊役になりたい，毕竟我是小 S 姐肯定的认可的女鬼嘛，我就这样子啊，就是她就灯啪亮了，她就啪，然后一 n 二 s 三 s 四 n 五 n 六 n 七八一 n 二 s 三 s， 我的 spotlight 来了就马上跳那个 Luma 的间奏，如何？你要注意时间呢，有点我比较那么呢。それやりたい、それやりたい、ドッキリしたい。ロルジョンの話ドッキリだったら私もう泣く。
我很期待那个看着玛雅的脸一定是这样，无规无矩的吗？有牵下人的男角色吗？我愿意牺牲，瞬间多入鲁马地狱。对啊，还不错吧 ？OK 吧？这个企划还 OK 吧？是不是要关了？差不多了，但是我想说，再五分钟就播满一小时，就再五分钟吧。我等一下速速准备，速速出门就好。嗯，真的是好好笑、哦。然后还要想要什么呢？どんなドッキリがいいかな？まあこれドッキリ番組台湾であんまりないからないかな。でもドッキリ番組大好きなんだよな。还有什么？嗯，我看过最厉害的真人节目啊，就是每一年都会有那个真人那个什么大奖，就是那种。整人 一整年都在整，然后就是选一个最好笑的整人影片这样出来的那种节目，日本啊。然后那个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沙发，他坐在沙发，然后那个沙发会这样子啵，然后往下啵，然后那个沙发底下是那个滑梯吗？对，然后他就滑梯，哇哇滑滑滑滑滑下去，然后飘，然后就是要很大的场地，还要那个道具，就觉得那个超猛的，对不对？往后，哎，那是往后倒吗？好像是哎，沙发就是往后倒，然后就那个滑梯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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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滑梯，然后到后面，然后就那个好像要是要那个什么距离吧，滑的那个距离要。好像是这样吧，滑的距离决定谁是第一名这样子，然后都是你吧？对，电梯那个也很好笑，对啊，电梯那个也很好笑。ヤンキーに絡まれるドッキリとか多かったやん。確かに心霊系か。ヤンキーに絡まれるドッキリだったらどうなるの？ヤンキーに絡まれたらどうするんだろう？ヤンキーに絡まれたら私はもうなんか変な人のふりするしかないよね。なんか言ってた誰かが変な人に絡まれたら変な人のふりをするしかないって。でそしたら変な人も変な人だからあこいつ変だと思ってその変な人よりも変になればいいらしい。你知道吗？就是被一个奇怪的人搭讪的时候，要变得更奇怪，比他奇怪，才不会被受伤害，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是奇怪的人嘛，奇怪的人来搭讪，我要变成这样子，就是要耍奇怪，然后让大家知道我是更奇怪，所以他就不会对我怎么样。我是有听过这个说法的。原来是这样，所以我得然后呢，马友觉得自己哪一种比整人比较弱，心灵吗？还是奇怪？我觉得心灵吧。我觉得就是不要整我说什么哦，下一个什么电台，我已经决定好要为固定班底了。其实这个是整人节目的那一种，我会觉得很疯掉哎的那一种。所以我一定很奇怪，因为没有人来打扫我，然后接受挑战。对啊。我是觉得我有听过这种说法。这种太 low， 对啊，我没有很喜欢这种就是真的会影响到心情的那种整人。我比较喜欢那个一瞬间或是那个画面真的很好笑的那一种。蛮有时间 OK 吗？我这真的差不多了，只是在两分钟就播满我的一个小时了。没有播满代表我今天的那个直播就等于没开了。差不多如我念吧吗？差不多了，没有要毕业了，也是算是一种整人吗？不知道，我是不想要把这种就是很震惊的东西拿来开玩笑，所以我一定不会这样子整人啊。对啊，太好了，还有两分钟，再给我两分钟。Friendly 小说老板把我叫去会议室了，你做什么？做什么事情？等一下不算的话，月底还要开一次，开三次。对啊，上次就开过这玩笑，没有好不好？这个没有，我是说我要毕业与你了，就这样而已。与你毕业那个不算好不好？上次 next girl 是谁？为什么在现实动态中 TG 的我？为什么？谁？哪一个三骑士出卖我？那个什么顿点太讨厌了啦，对不起啦，是这个都给你寻找牛的，对不起啦，拜谢啦，爱你们啦。好啦，我要念白了，赶快逃走，笑死。好啦，
我去看看 V 零签名哦，是一零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雨过天晴又雨晴。好，今天的第十名是 Honeyton， 谢谢。今天的第八九名是 Cookie， 谢谢。今天的第八名是乌鱼，谢谢。今天的第七名是玉珍，谢谢。今天的第六名是仲莹，谢谢。今天的第五名是是吗？第二三四五。Orange 酱，谢谢。今天的第四名是小五，谢谢。今天的第三名是杰哥，谢谢。今天的第二名哈西当，你个豆。今天的第一名是 Kix， 谢谢。啊，对，每一天都日更，每一天都发文，每一天都发文，但是我的触及人数嘛，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很夸张。我最近的只有2000人在看。如果是互动的话，只有800几个人在看，然后就觉得很难过。这样的话，好像也没有那个日更的那个怎么讲，就是意义了。就是我每天发文，然后这么少的按赞，这么少的留言，这么少的分享数，我会觉得很难过。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日更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分享啊。虽然可能时间也有关系，但是因为前几天都在培训，没有办法在中午的时候下就是 po 文。对，所以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分享，多多留言，多多按赞，谢谢你们。楽しみな話いよいよクリスマスプレゼントにな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嗨，对吧，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